后壁下茄东的泰安宫主祀妈祖是当地的信仰中心，信徒众多，香火鼎盛，庙宇气势不凡，宏伟而有气派，两侧设有钟鼓楼，屋檐三重更显恢宏，上方许多塑像传神而多变，值得一看。宫外的三对石雕柱雕刻工法同样细致，一进入大殿，想必会对那金箔雕铝的工艺叹为观止。此外，一定会注意到四根大金柱，显眼不容忽视的存在，与殿内装饰相得益彰。泰安宫处处有细节，来到这儿，除了祭拜妈祖，不妨多留点时间，细看每个雕刻塑像上的传奇与人物。